内托加油，建也加油。刚刚那个支 MV 当中呢，我们看到了有一幕是内托在对阵申花的时候打进了一粒非常漂亮的定位球。我们也希望今天内托有机会能够再次面对申花的时候取得进球，也希望内托能延续上一轮的那样好的状态。没错啊，那其实今天我们一直在聊建业和。